首太依赖社交媒体而放的人与人之间的交流方式，这是否让你无法自拔，带给了你无数的烦恼和厌倦？你有可能已在生活中迷失了方向，你想要这样的结局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大家一起来参加今年的第17届丰源福音集市。日期、地点，报名费如下。没钱吗？这里有个好办法，从今天起起每日两令吉，这样就能在报名截止日期以前存到足够的运费。如果你有什么疑问，询问详情如下，等你哦。